乔亚恩昨天对日本二支三指一，有一次遭三振。这一球敲到中间方向，川原安打出现了。中华队今天第四支安打是由邱亚恩所击出。邱亚恩这一集哦，真是表现很好，击球品质相当不错。白短点了，点在左侧，点的算蛮理想的。 这是一个出局，所以是成功的牺牲触及战术。这打击也是敲成了一支二垒安打。这一球敲到中间方向，二垒手只能够拦下来，但是是一支安打。二垒上的跑者居然回来得到中华队的追平分，又是王胜朗，太厉害了！昨天打再见安打，今天打回了追平分。所以两好球之后的王胜朗。 蛮可怕的，确实，总是想办法把球打进场内、哦。对，基本上他只要把这个球 contact 好就可以了哦。对，结果如何哦，先不管。所以这个球也打得非常强劲。哦，不过我们看到三垒上的邱亚恩呢，他判断也非常好，对，这个在这个左边方向的滚地球，第一时间他就起跑了，再加上三垒的这个指导教练呢，哇，就是赶紧回垒。 直接打了，又打回给投手。Duarte 传往一垒完成的刺杀。对墨西哥队的比赛，双方1-1平手。外角球，郑吉恩遭到了三振。这个半局，中华队又留下残垒，不过是有抢下追平分，靠着王胜朗的安打，现双方1-1平手。